各位咱空中的好朋友，咱的乡亲时代，一边一国台湾的国家主人，大家平安，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咱一边一国爱台湾，咱这是全国拢会当收听，希望来讲出台湾人心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陈志忠，志忠同款对每礼拜一到拜六。每一天在空中一点钟的时间为大家来做服务，当做好空中对言，做回来开讲，关心咱的土地，关心咱的人民，关心咱的国家，咱共同的母亲台湾。那对于拜一到拜六，每一天的中昼时啊，十二点到一点，也就是现主持地中的主播这个时段，带领咱的分林嘉义、台南、分嘉南地区。佮加上中部的彰化，吼、哦，以上才会开一个啊，咱只乡亲时段，咱个当家利用着指南广播电台、指南电台的这种的啊，就录 FM 106.5 FM 106.5，听咱的指南电台来收听一边一国，吼、哦，其中佮讲一届伫彰化、伫分林、伫嘉义、台南，吼、哦，啊，这以上。四个区域，或者是听众朋友，拢会当个利用着指南电台 FM 106.5哦，来听咱这边一个爱台湾。同款是中昼时啊，十二点到一点吼、哦，一点钟的时间。那是伫大台北地区的吼、哦，就是台北市加上新北市大台北地区，就听咱的中华电台。中华台是 AM 的台102.6。中华电台 AM 102.6，主要是中昼时啊，咱一边咧食中昼饭咧用餐咧歇中昼歇困的时阵，听众朋友若无去嫌，甲听一边一过，互人地中做伙空中交流开讲。AM 102.6中华电台啊，这个台北市、新北市吼、哦，中昼是十二点到一点吼、哦，就是即卖这个时间啦。好、哦，咱的脸书吼、哦、粉丝专业的直播嘛是。七点钟吼，十二点到七点，啊，咱伫这个指南电台、中华电台，有那共款是十二点到七点，中昼七点钟。好，啊，那到下晡时黄昏的时阵，五点到六点，是伫咱的南部地区咧收听，南台湾、高雄地区、屏东地区，高雄听到屏东，屏东听到高雄，拢甲听主人电台、主人台、主人台，这老台做民主台啊，吼、哦，这是 FM 的。96.9 FM 的台 96.9， 咱台湾的主人，国家的主人吼，做伙拢甲听主人电台。吼、哦，你即个高雄甲屏东吼，有那解放屏东下班的时阵，一边咧行车吼、哦，一边多看开一个啊，过一个大路啊来就听咱的广播。那是暗头啊，七点到八点是伫台南地区，地中海高雄来听咱的站门客。在闽客电台是在闽客介绍老白做民主台，台南的乡亲是台南做熟悉，有人爱听伊的节目。同款是 FM 的台89.9 FM 的台89.9吼，是咱的站闽客。对啊，咱这个暗顿吃煞啊，七点甲听到八点听一边一个，来八点阁刷落甲看八点档看戏出的，吼、哦，也是有人介绍是看这个啊，闽西的正经看闽西看三立的。啊，新台湾加油！吼、哦，闽西是彭飞的主持，三立是小俊杰的主持。啊，这我那个这个咧关心台湾。好、哦，对广播啊，看家这个电视，好、哦，空中到这个地上，吼、哦，还能关心台湾。所以咱一边一个节目会当讲是每一工拍拼咧向上。啊，咱无咧休困的啦，吼、哦，对早时到中昼，下晡到暗时，一工二四点钟，加上咱的手机啊。啊，这个 APP 智慧型的手机咧收听，一天二四点钟时啊，甲你放上二十四届。好、哦，所以咱为虾米要啊拍拼来做这个代志？理由也真简单，好、哦，地中央甲大家报告，因为咱一定要甲台湾主流的民意、台湾主体路线，好、哦，这个心声、这个意见，好、哦，咱的行动大声甲讲出来。家己无讲，别人袂替你讲啦。家己都不出声，你讲要让别人替你出声，才有可能呢。家己的国家，家己救；家己的心声，家己发声；家己的台湾路，靠咱家己来行。好、哦，这是啊、天经地义的代志。所以咱一定要谨记在心，好、哦，爱靠家己先来拍拼。好、哦，家己政治上看样别人。
哦，所以一边一国诶，这个节目不过是一个啊小螺丝钉吼，咱是一个主要角色，但是咱希望讲每一个小角色拢是扮演着重要角色，吼、哦，全部人就是有遮济安尼，几千万的螺丝钉吼啊，大家做伙来拍拼，吼、哦，这个力量加起来，有法度来带动着国家的发展，吼、哦，所以多谢龙军时代，逐天来听咱的节目，除了甲对中国个人吼、哦、来甲我参加指导。甲咱一边一个来拍拍收听，有咱陪伴你的生活，互你有快乐的心情，希望的人生，共同拍拼，吼来创造一个有安排、有尊严，互咱台湾国家正常化，行往一个啊，这个主权独立真正国家，吼啊，咱的这个台湾国家路。啊，到今仔为止，咱大家所关心的阿扁总统、陈总统啊，受到政治对杀、政治迫害、政治案件，完了两事情。讲台湾的平反，真相爱个宣传，才好到真相大变。嘛，各有咱的民众不了解事实呢，唔知讲爱政治案件，唔知讲是政治的对杀要打，或者嘛各有民众不了解哦。所以你看这个过程，咱爱用偌济这种的时间来付出吼，来宣传，来讲这个代志吼。但是一切经过拢有代价吼，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吼，3500天。平反局的顶管不是打针对阿扁总统，针对所有台湾人的公平正义，好、哦，咱做伙拍拼，互相加油，互相鼓励。来，今麦咱的这个时间吼，进入到咱的主题歌，好、哦、啊，这个主题歌呐结束，咱就回来现场，今仔上新的消息一直给大家做报告。啊，刚刚咱的扣音电话，吼、哦，不管你是伫对一个管区咧收听，听对一台，好、哦，人伫台湾咧听，伫国外咧听，拢是加吼。哦在12:30的台湾时间，12:30的台湾时间，啊，到1:00来开放，好，可以用专线地中上报，07761881，吼，啊，听咱的这个吼、哦、电台，啊，我那来分享给咱的可以，好、哦，谢谢你，来，这个音乐先甲听一个，马上再回来。谢谢咱的空中的好朋友，吼、哦，以及今麦现主席透过着咱的脸书的粉丝专页吼来看咱的直播，啊，网络上这好朋友吼、哦，啊，大家好，大家午安吼、哦，真感谢，啊，多谢你替咱的节目来宣传，和咱慢慢这个分享的啊，这个分享数吼、哦，啊，这个次数会当增加，吼、哦，和咱来看咱的影片，和、哦、咱的直播影片的这好朋友会当增加。这东西用真是大家共同啊来帮助咱的一边一国。好，你讲要宣传、要看广告，实在咱也无这个经费、无这个预算。但是总是咱的
心愿吼，伫中我诶即个愿望，就希望讲咱即个台湾主体诶声音，吼会当大声来甲宣传。台湾需要即种声音，吼台湾需要即种声音，吼因即个就讲若通派，因为因通派诶声音，吼因为迄个统促党，吼因为啥物啊即种诶啊人因诶相关诶团体，咱拢尊重，吼台湾是民主社会。但是咱这个一边一国，这不是打少数人，咱这个是比你是占大多数。哦，你今仔日你去甲做一个民调，做阿本讲，啊是不是造成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甲中国是一边一国，或、哦、者是两个啊各自独立的国家？绝对哦，这个绝对是才有75%以上起跳，甚至到80几%。所以咱这个是主流民意，是多数的民意。吼、哦，阿、啊、你若讲，咱无法度家己来啊，好啊发声吼，家、哦、己来支持一个咱的频道吼，咱、哦、的节目，吼、哦，咱家己上好平台。我敢讲，那安尼吼，实在是真艰苦的代志啦，吼、哦，原来是真艰巨的代志。吼、哦，这个过程当然是真困难，但、哦就是咱来做伙啊，这个继续拍的。来，谢谢你这么开始吼、哦，啊，第一条我就收到啊，这条波是。咱的这个电信组议员吼，新竹北啊，伊伫这个啊，前无几工才搭去美国演讲吼，对洛杉矶、旧金山到着纽约吼，来对着咱这些在东洋会啦吼、哦，台湾人的团体吼、哦，来发表演讲，嘛甲台湾即卖上新的一挂状况，包括对着边岸大家的变换，啊，要哪来争取吼，即、哦、相关的过程拄着什么种的阻挡，有什么困难无？好，讲我即个海外上关心的台湾的乡亲是多来了解，吼、哦、啊，所以即个电员回来了，吼、哦，我去甲拜访，啊，要来拜托伊做地中面对竞选总干事，吼、哦，啊，多啊，即个啊，先做不要交地中一张批，这是伫美国的洛杉矶，吼、哦，一位阿嬷，吼、哦，这位阿嬷，吼、哦，赶快让地中啊，讲白色胆，吼、哦，伊叫做陈六妹啦，吼、哦，六是即、這个。数字一二三四五六六，哦，啊，麦就是迄个姊妹啊麦吼，啊，这个单独麦吼，这个阿嬷，吼、哦，因为已经96岁啊，哦，已经96岁，哎，特别写这张批，吼、哦，和弟兄啊，实在我真感动，吼、哦，啊，所以我今仔日来哩咱的节目当中吼，甲、哦、这个阿嬷所写这张批的内容做一个分享吼，伊、哦、这。已经人我比我阿嬷佫较侪岁啊吼，比我阿嬷佫较侪岁。伊是安尼写伊讲吼，当地端先生吼、哦，加油吼、哦，加油！我是伫2016年10月13日吼、哦，有去来高雄拜访吼、哦，所以地端我有人就伊阿嬷伫即个高雄见着面。当中段吼、哦、啊，即摆阮主席是即个96岁即个老人吼、哦、啊，迄当时。啊，你老爸当总统，吼、哦，对我热爱，吼、哦，好啊，顾身体，食86岁啦，吼、哦，食86岁。我的人生热爱向着这个目标，吼、哦，啊来这个啊向前，所以我爱真注意，吼、哦，咱家己的健康，啊，逐天做运动，吼、哦，啊，嘛爱照顾这个啊，这个埕尾，吼、哦，伊在外国厝的拢外口埕里有迄个院子，有花园呐。哦，这96岁阿嬷讲，逐天来去花园内底照顾这花草，哦，啊，搁水果树啊，哦，伊可能有种水果树的款。啊，我那有找时间看电脑，哦，这阿嬷搁好用耐呢，你看偌厉害。伊讲我参加着哩洛杉矶哦，迄、那个一个叫做那个发光寺啦，吼、哦，法光寺啦，吼、哦，诶，一个发挥，啊，搁有一挂其他的活动。哦、差不多已经37天哦，啊，这个时间咯，哦，当主笔总统你伫2000年当选总统了，我就开始伫这个发公司来点灯，来祈求当总统会当消灾平安哦，一切万事平安，消灾平安。非常正义的当总统，台湾精神、台湾意识是上界强啦，为着台湾，为着台湾人民。做太侪功德，有功德无这个力量，吼、哦、是真正伟大的总统，台湾总统。但是台湾在派心的人真侪呢，吼、哦、派人真侪。为呾你这个热
用的个红警哦，暗箭难防呐，哦，暗箭难防呐、啊。不过不做就不知影，一不做哦，天顶看到善人，看到恶人哦，不做一定会保庇正义的台湾啊。这个有做功德，美德跟总统全家拢会当消灾平安。到底当先生，你是这个有哪有正义会这个血统啦、啊、吼、哦？正义的血统啊，不做嘛是做而已啊，这个还有贵人相助，会不保庇哦。你对你个人竞选是议员啊，来这个当吼顺利当选，个别当选啊，咱有哪相信不做哦？有心啊，都有力量啊，拜托着这个。地震多议员地书兄啊，来交这张批吼啊，转来台湾交予地中先生。我有生命诶，每一天，我咧每一天祈求来保佑阿扁总统诶全家吼啊，这个再一次祝你啊，各票来作数啊，这个单六妹啦吼，陈六妹吼啊，这张批对美国吼，一旦国安咧办话，公理以外吼，千里迢迢。九十大会阿妈哦，阿亲笔写哦，亲笔写这条批，你看笔迹写得安尼非常的水，非常安尼工整。阿来到我地中哦，啊我等于来到外头地方，这个阿不尊重哦，啊实在足甘心呐、啊。哦，做我当人离海外哦，心离台湾哦，啊人离海外看台湾的经营状况，更加清楚。这听电视员咧讲，阿离海外在台湾乡亲、台湾同乡。大家嘛咧讲啊，这事啊，啊这个证明呢，啊即卖无法度平反，讲叫大家着爱等，啊是要等到何时啦？正义太着爱等啦，吼、哦、正义的代志太着爱等，不要讲有正义，不要说清冤枉，说清楚冤情，不要互公道，先互当总统，啊这太着去等呢，有啥物人等？要等到安怎呢？吼、哦，这有那是第二晚即厝来美国咧演讲吼，过来大城市。有那种人山人海的呀，吼、哦，阿、啊、要来欢迎这意见。要真是到政治实在够复杂啦，吼、哦，为当嘛不是，只是只简单的讲会清楚。但是咱永远咱的心中要有这个信念，吼、哦，该坚持的代志咱们去做，吼、哦，对的代志咱来去做。哦，无不讲，不是讲咱心中咱无孤独吼，心中咱无惊呀，吼、哦，这个有那咱无奈犹豫呢，咱无奈感觉不怕，实在无奈灰心。实在有哪会感觉悲观的较厌气，但是受苦的人无悲观的观念，受苦的人吼，都阿在受苦受难的人无悲观的观念，包括阿扁总统，包括地中，包括咱在受苦的台湾人，当然人无悲观的观念呢。中国是安尼，亲民党是一步过一步呢，一关过一关，一步过一步呢，从来无咧让你客气，无对你所愿的啦。你看这个。啊，来这个啊，即卖来威胁在世界各国这分公司吼、哦，要到台湾来改名的代志，吼、哦、台湾哦未使，台北未使，爱改啊台湾中国，中国台湾吼，那、哦、改这种就对。你想讲中国会对你客气嘛？吼、哦、啊，中国伊这个你啊，你这个包括你亚太啊，还是全世界，哦，伊有哪有相当哦，伊都发挥着伊角色哩呀。你讲到升级处理新加坡，表面上是讲是川普啊，这个金正恩吼、哦，美国甲北朝鲜的会谈，条件是端啊不啊哦，这个北朝鲜是听中国的呢，中国是北朝鲜金正恩那是老大嘞，金正恩是习近平的一个世人呢，所以讲不啊，那不是讲啊，有这个中国北京吼某种程度，伊就讲啊，你来去谈无要紧，吼、哦，是讲你要谈到什么程度？哦、所以这个代志还袂煞伊个啦。哦，当然整理这个新加坡会谈，哦，即卖讲啊，规个朝鲜半岛是毋是要以后都无即种个核子武器，全部要非核化、哦非核化。当然这是目标，这是理想，这全世界硬棒。但是北朝鲜能做到什么程度？你整个这个宣言内底，吼、哦，所以讲双方领导人签的协议内底，其实无讲到任何具体的时间表也好，啊，具体的做法、具体的计划拢无讲到啦。这是在一个表态，吼、哦，讲啊在发展新关系，啊，是不是来达成非核化？吼、哦、啊，美国讲啊，现在暂时美军仍然这个南韩的这个军事演习未成停等等，吼、哦。所以这后边的代志要去观察，但是中国是幕后的一个黑手呢，幕后的阴谋者是咩里后边？啊，所以中国
伊对着即个代志，伊嘛无伊人讲你即个北韩人要阁上哪子嘛？吼、哦，安尼个时阵对着中国伊个即种利益危险嘛？吼、哦，就亲像同款，伊要去台湾去食困，吼、哦，伊着要甲伊修理同款对美国对日本，吼、哦、要甲伊修理，吼、哦，拢是有伊个考量伫遐。吼、哦，包括为虾米因个飞龙机也好，军舰也好，航空母舰也好，啊，要伫台湾海峡安尼甲你射来射去，射来射去，吼、哦，毋是食饱上瘾呢？这么一枪嘛是咧对着台湾做侵缩，甲你做一个底线的测试，嘛是咧对着美国吼、哦、做征收，吼、哦、我们看你美国安怎反应，日本安怎反应，吼、哦、其他国家安怎反应，吼、哦、所以台湾问题从过去来就真复杂，在这个世界上吼、哦，啊在这个国际问题之下，台湾吼、哦、咱是一个重要的这个地理位置，重要的这个战略的啊、哦、重要性，吼、哦、啊所以。咱也把握咱的机会伫遮，吼、哦，安尼也袂当一定听对国。你像北朝鲜，人美国咧会谈，伊背后计是中国啊。啊，北朝鲜嘛人，即、這个南韩吼，伊嘛在伫咧讲啊。啊，个有即个俄罗斯咧，吼、哦，即、這个即个普丁总统伫后边。啊，所以每一个国家一定是爱先徛伫个主体利益，每一个国家徛伫主体利益啦，佮台湾嘛同款嘛。哦，台湾咱是小国家啦，是讲你像新加坡，新加坡嘛是相对较中立吧。哦，恁台湾来讲啊，我就提供场地，互恁台去讲，但是伊嘛无一定偏对边啊。所以，亲像咱这种哦，啊，土地较小、人口都较幼稚的国家，哦，咱是无法度让伊两年都免税。哦，啊，咱无爱先有咱的主体性。你讲传播上，卖因叫咱要外地中国。那是绝对死路一条啦，当安尼讲啦吼。即卖听我甲你讲，你要挖对中国的死路一条，啊，你袂阿金阿怪嘛死路一条。吼、哦，安、啊、尼台湾爱有家己的一个主体路线。所以为什么阿比总统要强调一边一国？一边一国是对着咱的保障呢？一边一国不是做目标啦，一边一国是这个保障的机制，一边一国嘛。只要你台湾的主体性之下。台湾的利益会当受到保障，保障台湾的未来会当受到发展。哦，这是咱大家想要的啊！哦，每一个人有家庭，有伊的生活，拢爱即个食三顿，哦，拢爱即种吼、哦、啊，对着即个生计吼，拢、哦、有咱的负担。做爸爸妈妈，佮有会对有即个囡仔、家己事事，顶管佮有是大人。哦啊，所以每一个人拢有即种现实的考量啊。所以咱的生活是上重要。一个政府安那个经济发展好，把每一个人生活过好，啊，这个政府就成功啊嘛。即卖北朝鲜为什么在讲？因为长期受着欧美在西方的经济这个制裁断袂掉嘛。伊都讲伊家己的人民都吃袂饱饭啊。即卖也无油也无水也无电，什么都无哩。长期以来拢是国际禁运嘛，制裁嘛。啊，过去以前那个北韩的那个。人民的生活是比南韩高的呢，你知道伊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吼、哦，有当时北韩的生活袂歹呢，因为背后有迄、那个以前吼，即、哦這个苏联咧给暗助，中国咧给暗助，吼、哦，包括给石油啦，给一寡在天然的资源，给在钱的一寡在资源，但是未来的苏联到底在垮台啊嘛，吼、哦，中国不然嘛无可能讲一定啊百分之百拢给支援。哦啊、所以受到国际甲制裁了，即摆经济未堪一滴。啊，所以无道理，一个人呐、啊、是爱，你叫伊咧一个人逼着的时阵，无奈低头啦，不得不低头嘛。啊，所以为虾米即摆咧讲，吼、哦，希望讲啊，看会当解除即个制裁吼，会当卖个解即个经济上吼，互伊较啊，即、這个会当讲松绑点点啦，吼、哦，看会当发展国内经济。所以，即个人民的生活是上重要。那生活无都过好吼，你讲其他拢假讲的。来，咱即卖是先进一个工商服务，用真是大个，包括咱即卖脸书看直播吼，交朋友，顶管有当直接留言吼，顶管有直接留言啊，即、這个人的不回意见吼，真麻烦提供。来，咱即卖先进工商服务，咱的三周年活动啊，专属号码你先记吼，0776180705，若要出货咱的产品，要来支持咱的三周年活动。0776180705，来啊！刚才等下我让你现场call in电话，就甲开放，多谢你。
有这个广告的时间，在这里感谢每一位支持和爱护咱这边一个爱台湾的听众朋友。咱这个节目从2015年六月份开始放送到今日，已经足足3年的时间。因为你在咱这个台每一天在空中来画出一边一个这四个字，也是因为你我老爸阿扁总统才有这个平台会当做好为台湾发声。在这个30年的日子，在咱这边对家来制作一百领今年上新所推出的电绿衫，阿扁总统的纪念配合衫，在正面这个胸口的头前是用阿扁总统的迄字扁加力量的力和臂加力去设计组合起来，佮加上台湾的标签，代表着咱每一位台湾人阿扁们大家团结做伙的用为台湾的未来来拍拼。在这个配合衫的后边，有阿扁总统的门票商用佮签名，含量一百领的电绿衫，阿扁总统的纪念配合衫。今仔只要出门用官方工商服务所推荐的产品，就送一领给你。咱三省的料真好，今仔天气炎热，但是穿起来真透气嘛，真舒服。无事就先办数量约谈，要感谢咱的乡亲时代，大家卡手啊，对门上约谈的产品，嘛推荐给咱每一位一边一个爱台湾的温泉人。正常酒店，原来都是关进口，台湾才过来制作，品质经过严格把关。地下的蓝莲子葡萄籽萃取物，一罐价两块五分，只要2800块。正常深海鱼油是咱来对北海南海所进口的高单位深海鱼油，不是一般的鱼油，一罐也是价两块五分，2200块。当然的国宝和本国佳绩，我们是多人反对个人的难过，啊，个人证明我们符合专利的授权，是国家级的技术和保障，一罐只要3500块，啊，个人信心对得真，老大人说不全问题，咱的病人要来听心态，还是讲自我的妈妈，棒棒的小朋友，还是平常时心态较虚弱的朋友，拢真好输，一罐3500块，5400块。最后要感谢的是咱北昌各级第一选择，盖比家盖里家用上好柠檬酸钙来制作，佮独家地下地对韩国所进口的贝塔葡聚糖，一罐只要1200块。以上内容特别所推荐的产品，今仔只要买两罐，只要买两罐，买三只买上新的阿扁总统纪念的葡萄山扁绿山号扁绿山，一包一个爱台湾30年，特别的感谢今日活动，数量依然送完为止。我们的卡0776100700，0776100700，扁绿山专线，感谢你今日来。感谢咱空中的好朋友，以及即卖来看咱脸书直播吼，或者系即个网络上的朋友，来恁继续登来节目的现场，即卖来甲开放着call in的电话，现场call in的电话，号码是0776100018，头前加0776100018，咱乡亲时代有即、這个吼。啊，这个宝贵的意见哈、哦，欢迎你个来电。你掌握了真济只个哈重要的新闻消息，吼、哦，你国际上是这个川金会，吼、哦，全世界拢在注目，吼、哦，打国际记者3000几个，然后呢，哦，一直入新加坡，吼、哦，实在这有那是世界性吼、哦、历史性啦，吼、哦。啊，你当然，当然，大家听讲这个美国在台协会 AIT 吼、哦。你这个台北市内湖哦，上新的这个新馆吼、哦，啊来开播吼、哦，就那些讲说咱台湾风俗吼，能讲入境随俗啦，啊拜地基主吼、哦，啊来这个揭牌吼，即、哦、卖包括美国的这个国旗也好，吼、哦、美国的国徽也好，啊拢已经挂起哩，好、哦，但是真正要办公公的爱热天呐，吼即卖个哩信义路遐迄、那个旧的所在嘛，好、哦、啊，即特别的是讲包括美国的国务院。啊，派出掉伊个即个助理国务卿吼，啊，即、這个玛丽罗伊斯吼驻青吼，啊，为着即个代志，伊来啊，即、這个亚洲访问啊，台湾是第一站，吼、啊，伊嘛来讲到即个建筑，吼、啊，啊，对代表是台湾甲美国的关系吼，毋、啊、是单一个钢筋水泥的建筑物，这嘛是啊，代表哩21世纪美国甲台湾关系吼，诶、啊，非常的即个温度吼、啊，非常的有。瓦力吼、哦，啊，这个是咱
代表一个好的未来，吼、哦，新的开始等等。啊，蔡英文总统嘛，清楚了出色，吼、哦，啊，佮包括着啊，这个这在国家的贵宾啦，用心是大，这个建筑物哦，是差不多开2亿外美金哦，吼、哦，相当的侪这个资本，吼、哦，这等于是美国。啊，甲当作是一个大赛馆展出，甚至应该是佫比足侪国家的大赛馆，迄、那个规模佫较大。吼、哦，因为即个 AIT 台湾打员工，吼、哦，即、這个有咱500几个员工伫遮，所以即个规模展出，吼、哦，即拢是代表着台湾甲美国关系是非常紧密啦。吼、哦，无论虽然咱无敢报邦交，吼、哦，但是伫民间各方面，啊，是讲即个半官方的，吼、哦，啊，包括即卖美国国会。啊，对着台湾啊，真支持。所以这个是8月份，小英总统要来巴拉圭访问，这次是不是会当？好、哦，比如讲较顺利啊，来过境也好，访问也好，过境你来看是哩啊，美西啊，美东。好、哦，你若美西就无啥物，这进前拢有啊嘛。你比如洛杉矶啦、旧金山过境，这个过去速雄的代志，但有法度到美东无？好、哦，即卖台湾要用个通过照讲是。美国政府每当过来喊这讲小英总统，那么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外交部长、国防部长，这五个官职的人去到华府访问呢？因为即摆有上新的国会有立法嘛，台湾陆用法嘛，啊，所以这嘛是一个上好的测试的指标。小英总统的8月是不是会当过境？而且不只是美西，会当去到美东，去到美东，阿比总统当年是有两处去到纽约。但是无法度去到华府，因为当时佫无台历法是限制掉。啊，即卖小英总统会受到台历法，是毋是不只来纽约去，会当来到华府哦？那安尼就历史性诶。哦，这就是台湾的总统会当来到美国的首都。哦，无论讲你是进行什么活动，迄个另外一回事。你想无人美国的这个国会，哦，咱有国会的连线，台湾连线，哦，人因这个非常对着台湾优先的国会议员啊、参众议员这里坐。哦，小英总统能当记者亲自人直接接受，坐落来交流意见，你看这是啊历史性的这个代志呢。好、哦，但是不是我在咧做，老实讲咱嘛唔知。好、哦，对中我唔是先，我嘛唔知。这个看后边要演变。哦，啊，你若讲台湾法通过，咱的总统也无要去到华府，啊，甚至讲台湾也无要去，只会当离这个 LA 这边、洛杉矶这边、旧金山这边，那安尼才有意思咧。那安尼有这部分，你南部这部分，你啊不是同款？啊，你像国王的受关了通过，哦，啊，台湾咱这个哦，早期是这个老布希的时代，美兰战斗机，哦 F-16 的，啊，你买袂到啊？哦，啊，你若讲今麦买搁较新的，有人讲 F-35 的，伊早是 F-16 的，哦，啊，古言的买新型的无多，啊，若讲 F-35 是不是我都买到？安尼，唔得表示这个国防受关怀，还有伊功能。好、哦，潜舰战争是美国买的，是咱们这个国民党、亲民党逼格预算还这个地方的无得变无省，啊，变中央时代无得完成。好、哦，安尼来讲，经营啊，即卖有可能买无？好、哦，无国防授权法无得买，啊，即卖哪有法律啊，是法得买无？好、哦，所以听众讲，这拢是一个观测的指标啦。好、哦，啊，即卖伊哩穿进来了，大家嘛咧看啊，当然叫。朝鲜半岛会当是毋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哦，啊，台湾海峡咧，哦，台湾两岸，哦，台湾中国啊，各方面是毋是有咩会当某一种程度？哦，比如讲坐落来讲，坐落来会谈，哦，你当然袂当有前提嘅，你若前提讲要一定一个中国要甲说不掉，安尼才来讲。2015年，马英九要站在新加坡同习近平会面，当然是无这川金花这里了解啦，吼、哦。啊，那样就是诶，人真正那是人全部是平起平坐的，是当然是两国的，当然大汉都叫总统，叫什么？一个国务委员、国务委员长吼，因为是劳动党的一种的吼，一种的体制较奇怪。啊，当然是两国领导者是平起平坐的，你坐一位，我坐一位嘛，哦，你坐一边，我坐一边嘛，哦，啊，你讲后边插国旗，美国旗啦，插国旗，北朝鲜啦，插国旗，这拢是一切平等的呀。啊，马英九就安尼说，马英九是告这人习近平的会面，结果人是叫你马先生啦，咱也无称呼你是总统啊。现在有这个台湾的机会无？现在是会当安尼
两个坐两边一边做，你还在讲代志嘛？民主什么都不计较，结果是把台湾的利益牺牲掉了嘛？这真正架杠叫做做卖国求荣啦，上惨的是也无求到什么荣啦，美国是真的啦，结果也无求赢掉啦。上笨手上目上目输的是马英九吼，害死台湾。讲到这个真正骨白话了对。啊，所以你讲啊，洗马会马洗会，这个吼，这个我国台湾了国民党的是国民党的是这个啊，我当讲政权的是台湾，国民党的是去政权啊，知啊。台湾嘛是去这个北台民进党的过一过半。所以讲马洗会有带来什么？所以讲这大不是困难。要讲什么才是重点？哦，要讲啊，要讲什么？要讲什么题目？哦，先题目，先题目，不先题目。其他你嘛三叔啊，这个春金话无全部嘞，一定美国那个出名的嘛，无可能讲嘞。啊，是北朝鲜那个出名嘛，无一定我都讲嘞。你两边都是爱开放嘛，两边无一定的立场的时阵啊，这个回答不到意义。啊，所以即卖来讲，大家在讲啊，是不是当菜市会、洗菜会？哦，还是这个相关的台海、台海的另外的工作，有这时段，这咱无了解，哦，实在太复杂了，哦，这是国家安全、国安作战的这个战术，哦，小英总统的战术。但是不知道他可能是啥，是到底台湾都过来啦，民进党跟国民党，跟这个台湾国政党的会谈啦，这种的台湾国事会议，哦，这个台湾领袖。会当有大家有一个较合作，大家当较互相谅解吼，来拼台湾的未来。现主要是外交内政都出侪问题，经济上。所以这个朝野领袖的会议，无得甲比这种所谓讲要来菜市会啦吼，这种较实际啦。台湾家己若要先处理的好，莫讲要处理外面啦。你着就讲打这立改的底，立改的这总统啦，对即马做总统。到马英九，到这个陈总统吼啊，前个李总统，打这几位就改总统，大家都无一个机会当坐落来讲啊。实在这我那足足可惜个代志，你看像美国、澳洲，或者其他国家日本，哦，这个历届首相、历届总统，这个有足侪机会，大家当坐落来吼，伫一个共聚一堂嘛。这代表什么？代表了国家的民主。你若不是民主国家，你是落台的台阶呢，落台的台，那个官台呢？你是讲台湾的号称民主国家，他有那落台的咧官呢？用乌落咧官呢？啊，说台湾那无民主呢？实在咱的民主阁无够成熟呢。啊，所以你讲个界即个国家领导人会当大家坐落来，哦，共聚一堂，迄是有历史的意义里向。代表讲这个国家是有民主的，是和平的，无内乱的嘛。代表这个国家是未去对杀前朝的嘛？代表这个国家是会当用文明的方式来交接政权呐、啊，而且会当互这各种的意见，因为每一个总统拢一定有伊的这个支持的基础啊。哦，你着爱这力量，我都搭合起来，这个国家唔太会当合作，这个国家唔太当团结做伙，团结团结团结，就是话对，就话爽的啦。大家嘛话团结，啊，结果你看即卖偌济关系，因为无团结。实在我看你特别过关，我那困难。团结是好送的，团结嘛是好送的。真正我都去做这个团结。哦，啊，无团结啊，团结的哪个赢啦？何况无团结，咱家己台湾国内都无团结的是要哪八中国啦？要哪七中三中啦？要哪你这边困难的环境之下，当然台湾走出一条生路。特别国内你这台湾。这里改装这样的没有机会，那你家这哦，这那个大，那个阿妈，那个喊这阿妈，那个蛋啊是都作为阿妈来经营，正义的个蛋就，正义的代志要担什么用心时段？把正义的代志用给台湾人民，把这个正义的对待用给台湾人民要担什么？好、哦，所以咱们常常讲，你到底内部无想处理好，你干嘛渡过？哦，阿弟讲话，这老实讲。你中国也无哈人，中国咪食菜啦，吼、哦！中国伊绝对先甲你讲，啊！你一个中国先承认才讲嘛。所以，与其去期待遐，不如是咱家己台湾国内，吼、哦，调查领袖，大家先坐落来回答，吼、哦，这个空间是较实际，嘛对着台湾吼帮忙较大。吼、哦，你采下当一地，你像你国会内底一个法案，等等，
哦，你大家互相做伙送嘛，嘛不是一个民进党功劳啊，国民党功劳，这是表扬大家。好，又是外交，又是国防，好，政治，这个不分朝野党派。然后，起码三周年的话，当然要大家听。但是等下你要可以电话继续开放中，761-8018吼，头前加空七，多谢你。你这个广告的时间，非常的感谢目前支持加爱的咱这边一个澳台湾的听众朋友。咱这个节目是2015年的6月份开始放送到今仔日，已经足足3年的时间。因为你对天差不多，我一天在空中来画出一边一个这4个字，我是因为你，我老爸阿弟总统才有这个平台会当做伙为台湾发声。你这个3周年的日子，对天特别对家来制作一百领，今年上新所推出的电路衫，阿弟总统的纪念配料衫，你正面这个胸口的头前，是用阿弟总统的迄字扁加力量的力和臂加力。去设计做起来，佮加上台湾的雕像，代表台湾物质台湾人阿弟们，大家团结做伙力量，为台湾的未来来拍拼。而这个雕像的后壁，有阿弟总统的两条胸佮签名，含有一百领的便衣衫，阿弟总统的纪念配料衫。今仔只要做完两罐咱工商服务所推荐的产品，就送一领给你。咱三星的料真好，现在天气冬热，但是穿起真透气嘛，真舒服。我是得先帮寿龙约翰，要感谢咱的黄金时代，大家卡车要进来，上约翰的产品嘛，推荐给咱每一位一边一个爱台湾的温泉人。畅享酒店，我们对日本进口，台湾在地来制作，品质经过严格把关。各家店买莲子、葡萄籽萃取物，一罐价两块五分，只要2800块。进行浸泡鱼油，是我们对不二梅肉所进口的高单的浸泡鱼油，不是一般的鱼油。一罐也是价两块五分，2200块。当然的国宝和中国超级，我们是多人在地个人的买股，啊，个人认证的名号和专利的授权，是国家级的技术和包装。一罐只要3500块，啊，个人新鲜地瓜精，老大人说保存完期，你的病人你的听心态，还是讲做未来妈妈，帮帮大小朋友，还是平常时心态较虚弱的朋友，拢真好处，一罐3500块，5400块。最后的感谢是咱保存各级第一选择，各地家各里家，用上好柠檬酸钙来制作。国家地瓜韩国所进口的贝塔葡聚糖，一罐只要1200块。一箱南洋地瓜所推荐的产品，只要只要买两罐，只要买两罐，买三只要上新的阿弟总统纪念的配料衫，便利衫料，便利衫，一边一个阿弟人3周年，特别的感谢各位来宾，虽然我们上完无忌，马路口空气七六一八空七六，空气七六一八空七六。本地三专线，感谢你，感谢你。那现在咱所有好朋友吼，继续等下咱这边一个空中的这个现场，也就是咱这个节目啊，伫脸书电管直播吼，啊来拜拜，搜寻咱的粉丝专页，麻烦你伫脸书电管甲输入这边一个爱台湾联播网吼，因为咱这是联播嘛，哦，除了这边现主持的济南电台、中华电台。啊，佮加上一波时的珠江电台、暗时啊的这个张文溪电台，哦，咱这是联播哦，全国联播，哦，啊，所以咱叫一边一国爱台湾联播网，哦，啊，你佮搜寻，你就看到咱的粉丝专页，哦，啊，入面了你佮按赞，哦，啊，佮追踪，哦，啊，咱每一天你都会收到咱的直播通知，吼，哦，实在那佮你烦到真歹势，吼，哦，啊，时间到就佮你发直播通知，吼，哦，邀请你来参与到咱现场的直播。来，今仔日进行着今仔日，咱这礼拜单元，吹自由的风，听台湾歌，吼，哦，吹自由的风，听台湾歌，吼，哦，啊，是咱住伫这个嘉义，吼，哦，住伫嘉义市，咱的这个老小姐，吼，哦，咱有咱的听众，吼，哦，市中的听众，伊讲来点这首歌是叫做《化作千风》啦，吼，哦，《化作千风》，吼，哦，这是詹宏达老师的这个版本。伊这上早是吼，哦，啊，这个应该是英文版，啊，佮改做日文版吼，迄，哦，那个歌词吼，
啊，伫日本啊来笑了卡，变成这条歌红起来。哦，啊，了佫改做这个咱种台语的版本，台湾话的版本。哦，咱做来欣赏这条歌曲吼，化作千峰吼，这是咱嘉义市的老小姐，咱的听友所来点播。
小龙这条歌曲吼，一个化作千峰吼，化作千峰，我是郑宏达老师的这个版本。就是咱带哩家己市咱的听友吼，老小姐出来点播这首歌。好，以上是咱这礼拜这个单元。来，顺便报时看咱的这个做一波工商服务，有关着三周年咱的特别活动，来赠送这个扁立山吼，啊，比总统纪念普罗山纪念的普罗山。咱这数量有限，上完为止。用这时段，你若有欠用吼，阿袂当一个我那结一个缘，把这件衫摕当去做纪念。麻烦你卡服务专线，备台专线，0776180705，0776180705。好，咱对早时九点到暗时六点，哦，拢有专人替你做服务。多谢你，好，咱先甲听一下，马上阁回来。在这个广告的时间，对咱要感谢每一位支持加爱护咱这边一个爱台湾的听众朋友。咱这个节目自2015年6月份开始放送到今仔日，已经足足3年的时间。因为你对咱做的多，每一天在空中来画出一边一个这四个字，我是因为你，我来陪阿弟总统，才有这个平台会当做伙为台湾发声。你这个三周年的日子，你都特别对家来制作一百领，今年上新所推出的扁立山，阿弟总统的纪念普罗山，你正面这个胸口的标签，是用阿弟总统的迄字扁加力量的力和臂加力。去设计组合起来，佮加上台湾的雕像，代表着咱每一个台湾人阿扁们，大家团结做伙力量，为台湾的未来来拍拼。你这个普罗山后壁，阿扁总统的名头上佮签名，含量一百米的扁立山，阿扁总统的纪念普罗山，即卖只要做完2000000咱工商服务所推荐的产品，来送一领给你。咱三心的料真好，即卖天气冬热，但是穿起真透气嘛，真舒服。无事就先放数量有限，要感谢咱的乡亲时代，大家开车要进门。上有限的产品嘛，推荐给咱每一位一边一个爱台湾的温州人。进行酒店，我们对日本进口，台湾在地来制作，品质尊贵，严格把关。地家店买莲子、葡萄子做酒物，一罐价2500，只要2800块。进行青海鱼油，是我们对台湾农业所进口的高单位青海鱼油，不是一般的鱼油，一罐那是价2500，2200块。台湾的国宝和平乌江鸡，我们是台湾在地高粱的肉骨，啊，个人用今年的五号专利的授权，是国家级的技术和包装，一罐只要3500块。啊，个人新鲜地瓜精，老台湾所包装完体，你的病人，你的贴心体，还是讲做未来妈妈，帮帮大小朋友，还是平常时身体较虚弱的朋友，拢真好处，一罐30块，5400块。最后的感谢是咱宝泉家己第一选择，家己家家己家用上好柠檬酸钙来制作，佮独家独家地对韩国所进口的贝塔葡聚糖，一罐只要1200块。以上内容特别所推荐的产品，只要2罐，只要2罐，买上即卖上新的阿弟总统纪念的普罗山扁立山料扁立山，一边一个爱台湾三周年。感谢今日活动，数量有限，上完为止。麻烦你卡0776180705，0776180705，扁立山专线。感谢你今日来。那希望咱的听众朋友哈，卡多哩这个广告时间哈，我来看最新即时的消息啦哈。今仔讲这个台北地检署哈，来调这个。地农的这个总经理吴英敏吼，啊，来去讲伊这是毋是有去讲土地啊，是啥物问题啦？先来讲讲这个案件到底内容如何吼？我讲吼，啊，这北京的你查马英九速度嘛不咋紧呢？马英九偌济大案拢哩？马英九遐个案，真正是吴英敏这个在讲伊去啊，这个个这啥物散贷这个。这种的金额你去偌济几万块了无？马英九是几千亿的呢？大巨蛋啊，那是土地运雄是超过1000亿以上的呢。尤其是大，你有看北京的速度才紧无啦？
到今嘛无办，小英总都奖金，即摆是两班啊呢。那这个案件是办得对，大区当然有办吗？富邦在台北银行的办够办，也按案件够办。你这个三川的案有办无啦？古法院的土地地案有办无？米尔区案有办无啦？都要把它办那个泄密啦！啊，泄密那个破的不公的，那是要创啥？黄金时代，我讲台湾的司法不管，大家都无信心嘛。该办的不办啦，该变换的无要变换啦。哦，啊，即卖好，国民党甲你闹五一年尔，啊，五一年啊，比总统我看是讲的、就是，啊，这就是咱台湾灾难嘛。你这个地农，这是整合着全国只个农产吼混销的利益，个利益个是天文数字的。啊，过去韩国五一是归咱共产结构嘛，啊，即卖五这个五一年这是。有理想的这种，这算较少年这派有理想的。入面了，伊就甲你独家利益啊！伊全部咧制度化，哇，制度化了，大家怎？但讲吼，他也要帮伊耍咧。啊，比总统同款啊，除了最多一帮一国，这算何做反对？伊这北京的这种。